同时我们也要是把这次这个长城保护修缮工作做成长城保护的教科书，让这个整个长城沿线推广，真正说达到这个我们金山岭长城是长城国家保护公园试点段的一种示范效应。通过这次修缮吧，整个景区呢形成一个大环线，长城呢将以就是安全完整。 并保留着长城原始风貌的这种景观呢，呈现在大家面前。